回来了，干嘛去了？买菜去了，我给你买了奶兜。你咋不给我买个奶罩呢？咋的了？那叫馒头。是错了。妮娜，你快看，楼下有个男的正在打那个女的。妈的！禽兽，你放开那个畜生！你在这闻啥呢？是母鸡下的蛋。你太厉害了，一闻就知道是母鸡下的蛋。你真傻，公鸡能下蛋吗？吃面条呢？嗯。你们看看外国人怎么吃面条的啊？好吃吗？嗯。玩个成语接龙，你玩不玩？来吧。人山人海。海枯石烂。烂醉如泥。你